那里是？报警！别让他跑了！铲除叛徒任务失败，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加罗龙漠山上，前方地势开阔，雪地方流矢伏击。 加罗龙魔阴魂不散，只怕前方又有恶战。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 神族，你是如何潜入魔界的？从实招来！凭你，这几块躯干，像只老鼠一样逃到这里，竟还敢口出狂言，真是笑话！看来你还嫌自己不够狼狈。 威仪天魂，哼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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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烟波泉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境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已到烟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烟波如此重敌，竟无泉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这些壁画似乎是记录了当年三族大战之时。当年为争夺九泉，三族历经千年风雨。兽族败，蚩尤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誓。天魔宁窥玉，不愧是叛神之首。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炎波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，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前方就是泉眼所在了。魔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山如魔界，无胆量！
好险，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嗯，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通过这片树林就是平西村了，昏明树门前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什么东西？是妖怪？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之内。进入村子。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。呼呼地咬下去了，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，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。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我们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，应该没事了，先回村子吧。凶兽老是出来，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胆的。我不会输的。
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风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小豆腐怎么还不回家？瞧一瞧，看一看呀，这不是亲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于婶，您最近好吗？都好，都好，一切都好。哦，对了，彭大叔去哪里了？哈，老彭啊，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。青叔，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他的侄儿托我捎来一封信，让我亲手转交。哎呦，那他一般可得去几个时辰呢？要不你先在村里逛逛，或者晚些时候再来找他。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呢。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来。亲叔，你有什么需要啊？婶婶我也可以给你便宜些啊。那多谢于婶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嗯，头有些晕，好不容易摆脱凶兽，方才又除了妖，大概是有些累了吧。一定是因为这个才一时恍神。爷爷，您做什么呢？哎，孙女儿记住了啊。我记着了。哎，我的腰啊。您怎么又活动起来了？韩大夫吩咐您这阵子要少走动，多休息，何况是搬这么沉的坛子。哎，我想着这小坛子能有多沉啊。哎，还是大意了，不服老不行了。孙女儿，你们一路上没有遇到凶兽吧？我有巧灵，凶兽追不上的。不过村子附近原本温和的精怪似乎突然魔化，变得暴虐了许多，见人就攻击。天师门的那群黄皮子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们不是向来以村子的保护神自居吗？尽吹牛皮，哼！爷爷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要不是有天师门布的防护法阵，这一带的村子早就也被凶兽毁了。再说了，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听说也是天师门传授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仙盟盟主，人家是有大功劳的。孙女儿，你怎么尽帮黄皮子们说话呀？你忘了他们跟我们明术门水火不容啊。哎呀，爷爷，是我错了。不过防护法阵运转正常，燕归谷中的草木精怪却发生变异，总之不太寻常。哎，要是早个百八十年，我们明术门还风光的时候，早就把这些凶兽啊、妖怪什么的都赶走了，哪儿轮得到黄皮子们出风头啊。如今啊，这么多年一个弟子也找不到啊。您别叹气，我相信明术门将来会有重现辉煌的那一天。嗯，还是我乖孙女会说话。对了，爷爷，我在回来路上捡到了这个。哇，灵气逼人啊，这是什么宝物啊？爷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没见过，但看这样子
肯定是比灵果还要强千百倍的好东西。巧玲啊，哎，来尝尝，说不定啊，这个吃下去你就能立刻飞升呢。哎，巧玲啊，蕴含如此澎湃灵力的果实世间罕见，你不吃可就太可惜喽。我看还是罢了，巧玲是天生食吃灵果的仙灵兽，能不能吃她应该比我们更清楚。明树门就剩下这一只玉灵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？好吧，既然这果子不能吃，那我还是去玉灵园摘些灵果喂了巧玲。好好好，去吧。明树门繁盛时，不知玉灵园是怎样一番热闹景象，而如今只剩下了巧玲。一会儿还要下山，先把这个果子放回房间吧。还有一封彭大叔的家书要送，今日就没什么事要做了。做好该做之事，门派必有转机。这时候来送信，掌门，灵光师妹怎么了？小事而已，我去处理。你等严守门派法阵，务必要保护神子安全。是。大概天师门已经发现有凶手和妖怪在附近出没，所以加固法阵。嗯，这法阵似乎和以往的不同。爷爷说，那果子蕴含澎湃灵力，想必一定有些来历，或许
可以写封信问问他，他也很久没来明术门了呢。整天不务正业，是谁装在这门手艺？彭大叔，这是您侄子送来的家书。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只是跑腿送信，严重了。哪有啊，这世道外面一群凶兽窜来窜去，连修仙的习武的也不敢在结界外逗留太久，你一个姑娘家可真勇敢啊。我从小修炼御灵术，虽然打不过凶兽，但是帮大家跑跑腿还是有把握的。说到这个明术门也是可惜啊，要是能再寻到几个仙兽，多来几个弟子。哎呀，我这个嘴真碎啊。对了，彭大叔，我的碧海剑最近用的勤，正好也到了该保养的时候，想请您帮忙看看。当然没问题了，不过我这铬铁不够用了，还得再去燕归谷找一些来。青叔，你再等我几日。怎么好意思让您亲自跑这趟，我去就好。哎，不用跟大叔客气。最近燕归谷中的妖怪有些不对劲，比往日凶厉许多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也好，那就辛苦青叔了。看起来燕归谷和村子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天师门的法阵果真厉害。彭大叔，给。哎，这些铬铁成色还……小青叔，稍等片刻。那就多谢彭大叔了。你试试，不趁手还能回炉。
别担心，妖怪已经被我打跑了。跟这个鸟好不好玩啊？哎，好玩吧？你是哪家的娃娃呀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子秋。那我叫你小秋，好吗？这孩子的衣服上面有天师门的图腾，应该是天师门弟子吧？我们应该送他回天师门。不，我不回去。小秋，为什么？我才不回去，回去的话，又要被关起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跟爷爷说说，那些皇啊，那些道士为何把你关起来？他们不让我出去，每天都把我关在屋子里。老爷爷，求求你了，别把我送回去好不好？那个，请说。姐姐，拜托你了，让我留下来吧，我从小就被关在屋子里，都没出去玩过，求求你了。孙女啊，天师门这干的也太不是人事了，你就不能留娃娃几天吗？你说你被关起来，关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要关你？我那个小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只能现在就把你送回去。啊，别别！好吧，掌门说我身子虚弱，需要留在塔里，不能离开。从小我就住在塔里，从来没出来过。我知道明天是初一，是村子里集会的日子。每到这时就会很热闹的，可是我只能在塔里远远地看着。不行，你们掌门既然让你在塔里静养，证明你身体很虚弱，或许患疾，若出事了就晚了。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去吧。姐姐姐姐，求你了求你了，我真的没事。掌门也说过，我只是比寻常孩子虚弱一些，但没有生病啊。我给他拔过脉，脉象有些虚，但并无病态。这虚呀，我看也是闷出来的。不让孩子出来玩，这身体怎么能结实呢？姐姐，求求你了，我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天师门，我只想像其他孩子一样，能玩一会儿。好吧，今天晚上你就在我家住一夜。明天早上我带你去逛逛集市，不过我们不能玩太久，等逛完集市我再带你去天师门，好吗？如果你们掌门生气，我和你一起挨训。好的好的，我都听姐姐的。嘿嘿，你只要能去集市玩，我什么都好说的。那说好喽，既然你身体虚，我等一下做一些温和的菜。不用的姐姐，你做什么我都爱吃的。好痒。这字是天，又似乎不是。姐姐。你先和巧玲玩，我去做饭。
错觉吗？感觉有人在窥视着我。依旧没有神子的消息。掌门，即将入夜，不利搜寻。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吗？来者是天魔众，倘若神子落入他们手中，到时候莫说我们天师门，就是整个人界都会陷入危险之中。继续找，找不到就别回来。是，掌门。